你认识他是不是印象中你妈妈那个样子？6、7岁。你是啊，是啊，他6、7岁时候你走的。母亲就是以前在家不识字，读书比较少，受骗，这么多年我们也寻找了20多年。都知道了，村里都知道了，啊、大家都知道了，早就知道了，都挺高兴的。天哪！啊，哎呦，我要个抱抱吧，快点，这么长时间不见了。非常感谢，张警官还有山东警官，让我找到13、20多年的母亲，非常感谢，也是非常艰难帮我找到，谢谢。